就算需要逆光前行。一次白兰阴白裙，大小姐，这里的安保系统我已经确认过很多遍了，昨天发生的突发事件呢，警方也已经在调查幕后主使了，我可以保证这里非常安全，所以能不能请你的这些保镖先生们暂时先消失一下。请让一下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没事。好吧，那我争取速战速决，让你早点下班。我酒量怎么样？酒量很不好。啊！他怎么了？喝醉了。这么点酒量还敢喝，他真是胡闹！你赶紧把他送回家，到家之后给我发个信息。嗯。田大小姐，我很忙的。何导，让您看笑话了。这姑娘呢特别认真，跟我说了好多次了，因为特别崇拜您，所以来的路上呢也一直特别紧张，说是一定要壮壮胆。我没想到她来真的。您这边请。
大小姐，您喝醉了。让我看看你的伤口，你乖乖听话，陆谨言。今天看你忍痛站在那儿。 我真的很心疼你，陆谨言。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 他不是许西西，你怎么知道？从他醒来之后，我就感觉不到对劲。他对佣人很友善，对工作也不再推三阻四，变得很积极乐观。他很在意身边每个人的感受，虽然对周遭环境还有些懵，但依然会尽全力，不让身边的人失望。再苦再难，好像也打不倒他。 这绝对不是之前那个刁蛮跋扈的许西西，这是换了个人，不是失忆。那他对咱们的调查还有利用价值吗？现在雨点太多，还需要继续观察。小心，大小姐。不知持续一守护的秘密，不需分外说明的孤寂，无关身份，仅以日行名奔赴乡里，就算需要你光前行，一次。 白浪，迎来一群，深藏在心，无人能代替。It's you, my love, living in my heart， 让我如此坚定。I feel you more, I love you more。 做的什么梦啊？大小姐，您起床了吗？我起来了，你进来吧。